那么好，那就一二三四吧。好，那我们结束再定吗？OK， 那么好。好，那别打了，再见大家。别马屁，别给我那个作品数据啊，不要跟我报。插着我手，插着我手，哪插着了？哪里？凳子？哪里？妈呀！弟妹，哎呦！辛苦，不辛苦。谢谢不乖，谢谢。哎，不乖是我们家的。谢谢月，谢谢瓜子壳，谢谢大家。谢谢第二天能那么痛，谢谢大家。哎呀，谢谢 extra， 谢谢。我真的大了，但是没看到。我指甲有点变长了，对，有点短。你也值得我愿意为你，不管有多么幸福。对于你，我想没人比我更加清楚。无时无刻，我愿意一直听你倾诉。相信我，只要我们一起，就能彼此幸福。Yeah, yeah, 一直憋在心里的我爱你，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只想为你一个人写歌，做你的说唱男友。不知该怎么表态，每天会深情的表白，希望能拉着你的手来一场甜蜜的大城小爱。我为了梦想努力做着每张专辑，我就是小气，想让你成为我一个人的专利。我不能对你发誓，我能爱你多久？只要我有心跳呼吸，放心还会爱你依旧。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那星星，我们就给所有直播间的宝宝们拜个早年，好不好？好，放个好日子什么的。对，拜个年，祝大家顺风顺水顺财神，祝四个直播间的家人们都事业有成，阖家欢乐，万事如意，长生不老，永远不死。可以，真有你的。谢谢小叶，谢谢 STL 姐姐。我就是谢谢初晨姐姐。 But I can get used to this, the feeling of your fingertips, the feeling of another key, it's gonna take me a minute。其实我昨天看到他的时候，我都有点惊讶，因为他瘦了好多，他有点瘦脱相。然后，我试一下看能不能登上去。啥还有？没事，你弄那个。哎呦，都给我下到这里头来了！我的妈呀，我真服了。哎呦我的天哪，好，没事加那里面吧，在那个标签里面全都是，哎呦不能说。没有，我原来把他拉黑了，我把他给拉出来，然后拉黑了也就算了，还把我放到了那个有一个标签里，那个标签里面他都是是不是渣男标签？不是，他哪有那么多渣男朋友呀。不是，也不是，有很多是，不是，我说是就是。什么别太大力气了，真的很。真瘦了，瘦脱相了都。好好吃饭吧，行吧。没事，我还挺喜欢瘦的。Every touch on your skin, I memorize every inch. I can get used to this for you. 你说我是不是瘦了？瘦了，瘦脱相了，瘦脱相了的。是哦，微微的瘦了一点，但是是不是有见成效？我每天晚上吃不吃饭？我今天晚上吃饭了吗？说不定，因为待会下播你可能会吃。你说实话，你见到我的第一眼，我是胖了还是瘦了？这总可以吧？
谢大家人气票，谢大家。你怎么说的？你说哦，瘦了，瘦了。第一眼我看过这个，你是不是答应我以后只夸我？对，瘦了，真瘦了。但是我不觉得瘦了是夸人，因为就是每个人审美是不一样的，有人他就喜欢哎胖胖的有肉的很福气，有人就喜欢瘦瘦的嘎溜的，有人喜欢壮壮的，就是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都不是夸人。你喜欢什么样子？有福气。你问我喜欢什么样子？你问我。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喜欢什么样？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喜欢贱的。我以为你要说喜欢我这个样子呢，然后我还在想，我本来也想这么说，但是我没好意思说出口。就是我就是有些话我都知道我该我都知道我想说什么，但是我说不出口，然后我就会说一个背道而驰的答案。我真的喜欢就是那种坏坏的贱贱的，而且我觉得贱贱的坏坏的，如果就是能被你拿捏住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换一个位置。咋了？因为我要换一个姿势，我现在屁股和腿有点麻，真的有点麻。还是为什么还要换垫子？我这个厚一些啊。可以吗？可以。太身残志坚，都不用让他照我吗？不用啊，我丑一点没关系是吗？你哪丑啊？你是我见过最专一、最帅气，然后修养的花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不多。我哪有一脸不值钱、啊？那我一脸不值钱、啊？没有吧？我很矜持，我这非常矜持。没有，没有啦。Sherry 姐一来，我就觉得。维航姐还没来，如果维航姐来，他们就会说不值钱这出，这女大不中留。他的屁股痛，谁的屁股不痛啊？我的屁股也痛。你小声点，你很大声，我们在外面。都不好意思，一些个攀比心又起来了。你有多痛啊？几级痛？他们俩，我跟你讲，真的，比一比吧。可以啊，下脱了裤子比比。哎，我们找泡泡人吧，下次。谢奶油章。丢人！山东男的骄傲，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不服。你们俩和好了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怎么会屁股痛？你小声点，你说我大声。还是你的，犯痔疮啊？我没有痔疮，没有。那是啥意思到底？哎呦，得痔疮了，现在是跟你有关吗，张叔？有吃饭没找有包间的地方吃，我也觉得。算了，不问了，不问了，我都听不到你们俩在说什么，直接打玩一把吧。要别人嘛，四个人。不要，就我们两个，要不然记者把手都听不清，因为我在外面很吵。这样吧，你输了，我问你五个真心话。好，闭麦，我输了怎么办？好，谢谢。快说。你输了，你们俩在公共场合接吻。好，我接了。好，快开始吧，闭麦，我听不到。闭麦，闭麦。哇，你好狠啊！烦死了，他肯定要问那些有的没的。你好狠、啊。高强，我想喝水，那我去给你接。好，我想要45度的。行，46.5就行。可以吧？如果我们赢的话，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在直播间挑15个问题回答。太多了，太多了，真的不行。直播间里挑15个问题回答。叔，你相信我，叔，咱们在直播间挑15个问题回答。10个问题，求你了。行，10个问题。你说过的这个家，谢，这个家听我的。好。你知道，就是那时候咱们分开的时候，我每次跟陈立出去喝酒的时候，我看到他俩那个状态，我就会想起来以前咱们的那个样子，就真的很羡慕。还有麒麟他们直播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开始咱们俩以前那时候直播的时候，我真的很怀念和羡慕那种感觉。嗯，我知道。那时候咱们那时候分开的时候，我以前从来没有羡慕过别人。嗯，因为就是当你感觉很幸福的时候，你是不会羡慕别人的。嗯，只有当你，哎。I know. 我们问他们五个问题。嗯，第一个问题，那我就直接点了，到底和好没有？谁主动的？是你的。哦，张叔怎么看不到张叔了呀？看不到张叔啊？张叔先进来一起问。对啊，咱们每次出去喝酒的时候，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啊，我每次问你，你就说。还差点意思。我每次问他的喝酒的时候，我问他到底，我说现在什么情况，他说不知道，还差点意思吧。而且我是不是说只要他也跟你去喝酒的话，我就不去，他才是常委。对
对，说了没有去过。那什么？那所以说，他是那点意思、啊，那点意思是哪点意思呢？让你们，让你决想，让你同意和好了。对对。什么？那个不太好讲，你知道吗？哦，那我大概了解吧。好，第四个问题，所以说，你们在没和好的这段时间最亲密的接触到哪一步？就是我阳的那段时间，他一直是陪着我睡的，一直陪着你睡的。那你做了什么呢？我阳了，我阳了，阳了怎么了？阳了又不是不能动。我阳了不能动，我阳的特别严重。嗯，我的脚趾、我的脚趾甲那时候阳的时候，我下地的时候都断了。真的假的？你好夸张、啊！他说他阳的时候，他下地的时候脚趾甲都断了。那看好，那最后一个问题。这已经最后一个了。是吗？不是吧？这个才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你问一个吧，宝宝。所以你们俩现在的经济大权归谁管？我们俩没有什么，我这没有什么经济了。他都举手了，我没有什么经济。祝你们天天幸福，祝你们和好快乐，拜拜拜拜，下次回成都见哦，一起出来哦。好，你知道我约了这个张叔两次，回都不带回的，真的。对啊，不是，这星星我还见过，对，星星还和一起出来玩过两次，这个张叔回都不回，但是他自己呢叫我们出来玩，他就说绿绿带着你老公出来玩呀，自己就叫两三遍，然后我叫他出来玩，回都不带回。因为我很喜欢喝酒，只要我想喝酒的时候，我说你去摆一个局，我要喝酒，然后他就会叫朋友们。所以说那上一次你叫我是因为星星在吗？上一次那个在警察局那个是吧？是。哦，就是他在吗？行，那下次回成都一块出来哦。要约一下。嗯。好。Okay. 说，你告诉大家我的酒量，我喝醉过没？你去喝酒的时候我也不去。但是你每次去我喝酒的时候，你每次不是去接我吗？你每次就有一次还挺吓人的，你在那个，哎，是哪个灯亮灭了？那个。哦，就有一次你等着我去见你的时候，你在路边哭的那一次，你喝的还挺吓人。我哪有在路边哭啊？也不在路边哭吧，就在路边蹲着那次。那个我不是边蹲着边在那里喊，我觉得就丢死人了。那一次是和小夏老师一起。对，和小夏老师、啊。小夏老师和陈绿。你不是说啊？对啊，对对，和小夏老师啊，还有赖嘉欣嘛？哦，还有赖嘉欣。那一次我和赖嘉欣、小夏老师还有陈绿我们喝酒的时候，那一次我虽然我没去，但是我很开心。我真的觉得我那一次可能不知道被谁。就是下药了，因为我没有喝醉过，我那天我只喝了几杯，我只喝了几杯我就不行了。那一次就是一个网红的聚会，然后星星去了嘛，然后没有人邀请我，我就没去，然后星星回来就，我觉得那次我最开心。啊，我记得那一次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我说你赶快来接我，我现在马上就没有意识了，然后我就跑出了那个夜店，我离那个夜店跑了好远好远，然后转了两个路角，我给他发了一个定位，然后我就躺在那个地方就等着他。如果说要是一块拍照片或干嘛的，都会发在星星的号上，就不会发在我的号上，因为等今年七月份以后我再发。不，你的，我觉得你的账号就是直男吧，这样你老师问你的时候你也好。对对对，因为就是。明天要先去医院补牙，然后再去剪头发，然后再修手机，还要约个朋友去拍照。嗯，明天好多事。我也想拍，可以让那个摄影师也给我拍吗？倒不是摄影师，我拍完了，那个谁有空？嗯，也行，让他也帮我拍一下嘛。他拍的一般，拍的一般，没关系、啊。那你就到时候我去办成熟的那边去。嗯，没关系，我长得好看，随便拍。修博，这句话说的倒是没什么问题。那是谁长得不好看吗？啊，不是好勉强，没有什么勉强不勉强的，就是想着那个，因为那天吧，那天还有个人，那天有个人给我发私信嘛，就说了我一下，然后说大意就是。你都给自己找好后路了，然后怎么怎么着，然后我觉得那不是后路，就是每个人他想做的事情不一样，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想做好自媒体，有些人就想好好的工作，有些人就想好好的学习，有些人就想好好的生活的，然后我就是那个想好好学习的，然后就不是什么找好后路了，就不要那样讲。小破站，小破站有更新吗？
有空吗？如果出去玩的话也更新吧，但是我年后可能不会出去玩。如果新生出去玩的话，我可能也不去，因为就是年后可能升学校也很忙，就是那段时间都是升学校高峰期，我可能得到四五月份才会闲下来。对，但是新生想去哪玩都可以去。你是不是要去三亚？那你好好挣钱啊！你挣钱，然后我去旅游。行，可以。我可以变成吞金兽吗？可以，但是变成吞金兽之前，什么？刷个牙。你今天一天都没吃饭了？我吃了早饭。你早饭吃的啥？吃了一个桂花糕。没有，我早饭喝了那个一碗豆浆。还有，那相当于没吃啊。哦，但是你今天，你知道你为什么？因为你喝了两次蛋白粉，因为今天我们俩回来就感觉很累很累，然后就想着多喝点蛋白粉，喝蛋白粉会有助于这个解乏。你站在我后面，我快，多点直体啊 ，always 快。Did you get taller? Your hair longer? Couple tattoos and some side. Looking at your hands, thinking of my pants, but ooh, oh, what if I panic? What if I damage? What if I just not? Who you imagine? I just can't fuck it. Damn, you're gorgeous and not hopeless. God damn it. You could have given a cigarette, let's see. 更新小破站怎么更啊？你要更吗？哇，这小破站剪一个好麻烦，而且我们俩现在出去玩，就是不会说像之前那样，就是会拍很多东西，就是会大部分以玩为主。其实更也行，那我是觉得吧，你要是想让我更小破站的话，我觉得我就在那，我觉得你要给我的，就是我给你提供，你要给我提供一些更好的情绪价值，然后让我拍你的时候就是比较有动力。就是你对我有多好，那个作品他可能才能拍得出来。哎，我不是我不是 CPU 你，我就是 CPU 嘛。说的是实话。你看你小红书最近我都拍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把你拍好看。那是因为你那时候对我不好，你对我好一点的话，我就会能拍得出来。哇，就没。那我睡不着觉的时候，你自己在那呼呼大睡，也就是忽略我的感受。Too much taking is in the making.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小红书吗？叫张叔，然后星星的叫星星日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小红书的账号，张叔星星日记。谢谢八哥，谢谢。Hello， 八哥，谢谢八哥。我的小红书第一条作品就是星星帮我拍的。拍的还是很不错，是吧？是吧？丢，其实我觉得我修的。说实话，这一组照片，我当时其实我觉得这个这张挺好看的，因为我们当时分手了，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跟他分手期间，我给他拍的照片都不好看，我 get 不到他的美，get 不到他的美，get 不到他的帅气，我就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哎，拍一下。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人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都不是情人，真拍不出来。你我看不见你在看我吗？你这样不累吗？不累。Come on, baby, lay your head on me, lay your head on me. You know I got you. This is 亲了，要送我是吗？不是了，不是这个原因了，就是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有人说我今年一月份是很幸运的一个月。就是我一月、二月、三月都是很幸运的，说的没错。哎，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分手的时候，有好多就是好多别的主播和别的网红的家的粉丝，然后给他私信说：“张叔，你能不能去看一下我们家的正主？你是整个抖音最痴情的一。”啊，求你，你能不能去？哎，真的可多红娘给他牵线，看着有点尴尬的感觉。嗯，
干嘛？他看着尴尬的话，你可以让他不看。你嗯是吗？不是，我是在说，嗯，我想表现的更尴尬一点吧。你情商可低了。Come on, baby, lay your head on me. 我没有漱口准备好。我的天王老子，我嘴有点臭。还好啦，小辉长真好看，宝贝，我长得不好看吗？咱们是，我都没看见那句话，说你觉得小辉好看还是我好看？我都不认识他，我没问你认不认识，我就问谁好看。你最好看，就是星星无美颜直播大家也见过，就是现实生活中星星就是长这样。星星就是长这样，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泪沟啊、法令纹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是皮肤比较不好，但是他皮肤真的很好，星星皮肤就很好。星星视频里什么样，他本人现实生活中就是什么样。嗯，他是唯一一个就是我见过的网红里，就是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真的就一点偏差都没有。哎，也就是你觉得我好看，不是真的是这样。其他人因为今天其他人没觉得我好看。出去的时候吧，我就拿起相机来，我们不是拍嘛，然后我就拍的我自己，就觉得我真的觉得我很丑，然后我就用原相机拍星星就很好看。第一个是替你们有粉丝宝宝问的，就是为什么会屁股痛？因为运动了，所以屁股痛。就是好，今年如果你能买够一个，就是赚够一个，就是给咱们俩买个小房，还不如等到我博士毕业，让学校发一套。人要有梦想，你可以做不到这件事情，但不可以不去想。好，就是我想给就是一直特别关心我的几个姐姐，就是说一声谢谢。就是我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很爱你们。就是从我一直状态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一直给我发消息。嗯，我不知道说什么，可能就是姐姐们可能就会觉得我特别不争气，怎么那么轻易的就原谅他？应该再等一等，或者是考察一下。嗯，但是说实话，他这一次。就是挺坚决的，就是但是我不能说太多，因为我觉得等他想通了的时候，因为山东人嘛，山东男的特别好面子，他老是觉得就是把我们俩的事情如果私下里或者是在直播间跟大家讲，他就会觉得特别没面子。就比如他在家里如何的怕老婆或者是宠老婆都可以，但是他在外面的时候他就不想把在家里做的事情说出来。我就挺尊重他的，但是可能你姐姐们就会觉得我整不值钱这出，就最后还是又好了。反正特别谢谢姐姐们，就希望姐姐们都可以很幸福。我现在就很幸福。